哦，好可爱哦，好恐怖、哦！Hello， 大家好哇，四秒，好，我们回来，我们的 Super Mario Bros. Wonder 啦。那么，影片开始前，我们一样提醒大家，这个频道虽然这个游戏已经也上市了一阵子，很多人都已经破关了，所以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一些状况。那我们一样不太希望别人剧透。那因为这款游戏其实比较剧透成分，所以是故事性比较少一点点，所以比较怕的是键盘手。所谓的键盘手，就是指他已经知道这边该怎么过了，所以就告诉我这边我应该要怎么操控才是对的。那我觉得游戏没有一个是一定对的答案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答案找到解答，所以就看着我怎么这样玩去怎么诠释吧。那我们现在有一点小一只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这个花花群岛的飞行战舰。那如果已经过这关过下去，应该可以去下面一个蘑菇相关的岛吧，我猜。 Here we go。哎，对，我们徽章好了，就这个、啊、作弊砖头，我们就喜欢玩的轻松耶。怒发冲冠的酷巴，哦，是会移动的那一种哎。哇，我们上次怎么这么惨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听我解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很滑，你知道。我以为那背景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先该先去其他地方拿个？哎、欸，白痴！我们先拿一个超级蘑菇在身上好了，我受不了了。Oh my god！ 真的要疯掉了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 ！Oh my god， 来不及了。这个云上次也有哦，原来是这样用哦。哦，我，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没仔细看，他可是刚云好像可以稍微坐一会儿。哎哎哎，我想说先冲过去。这一关真的大概是目前为止死最多次的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哦，哦，第一次用哎。啊、好酷哦！哦，以现在才已知用火啊，那我们可以这样飞一辈子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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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的，太高也有错。哎哎哎哎，他刚有烧焦一下，好可爱啊！完蛋了，我们所有的命都要耗在这里。我可以把它全部剪掉吗？OK， 会先飞来一个炮弹。怎么办？我想吃它，可是我又怕被碰到。哦哦哦！现在真的是步步为营啊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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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ay, 我要搭下一个鱼。OK。哎呀，还是碰到啦！OK，目前看起来还算安全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God.我想换，我想换云了，这个云感觉快不行了。Oh my god！ 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，我是不是被碰到了一下？有了中继点。哦，啊，这可以上去吗？不行。抛砖。
丢。哇，哎哎，这样也会死？不是。有东西啊，啊真的有哎、欸！哟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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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要怎么弄？有抛砖吗？还是我可以从下面？不行，拍姐，拍姐，拍姐，不是不是。是死是十命以上。哇哇哇哇哇！OK， 碰到了，原来它下面有个缝。Oh my god， 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这是干嘛用啊？这可以炸它的。哦，哇，好险哦！啊，不好险了。哇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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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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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吃到了！哎，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简单一点，为什么？前面刚刚那个真的不知道在搞什么。我们只要再碰到一下就输了，因为现在是小猪的。OK， 太棒了，我觉得我要死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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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我要死掉吗？哦天哪，我们过了吗？过了吗？过了吗？啊，中继点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有个楼梯啦？完蛋了 ！Oh my god！ 真的要凉了。我们现在小小只没问题吗？啊！哦 my god！ 踩到了，应该要三次吧，我觉得。画面也太久了。哈，好了，不是我前面那么辛苦，然后这个王，我们前面至少耗了十命吧。Oh my god， 这关到底是我太久没玩马里奥生疏了，还是我太烂？好了，我知道是我太烂了。他的戏很多哎、欸。我被欺负了啦！打开。给我开路，为什么连开路都不会开路了？啊，恶心吧，我已经快不行了。天啊，这里还有路哎、欸，而且有徽章在对面哎、欸。哇，小哦，好可爱啊，好恐怖、啊！
所以他只吃力宝宝吗？好恐怖哦，我好害怕。他会走这里吗？哎呀，好险！啊，好可爱这个树，虽然它只是一个背景，但是还蛮可爱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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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有一个很恐怖的东西来。哎哎哎，不要！为什么突然撞到了？它会把地形吃掉哎。哇，它死不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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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的壳借我一下。哇，太恐怖了吧！这个送你。哇，这么狠的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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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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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才不要为了拿那个十块硬币死掉。思思妹，前面一定也有，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多力宝宝？哎，他们现在两个相撞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可爱啊！我就知道，好恐怖哦，这个世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东西的吗？啊，来咬我啊！哎，好可爱哦。啊，我是不是要踩它去吃？不是往下，我不想赌下面有没有东西。我觉得我怕死掉，重来太可怕了。哦，这里有这个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下面，那下面那也要怎么去啊？哦，哦，踩两下会死掉，那赌看看吗？赌看看好了。讨厌马里奥这款游戏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走那边啊。怎么走啊？我被白痴，谁知道底下是？我们先切蘑菇啊。我怎么知道？我要在这里干嘛了？竟然在这种地方！他没办法跳哎，那我要怎么走？那我可以走这个吗？我这样子可以躲过他们哦。是一棵树，你看不到哦。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踩下去啊！哎，有眼睛的树哎！哇，好恐怖哦！你要过来了吗？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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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上面应该是安全了吧？哦，我们不能跳啊！不是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啊！OK， 看来我们要绕过那边。这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太惊悚了吧！赶不上，赶不上！OK， 新手发现，新品手发现。啊！虽然感觉另外一边的东西，但我不敢赌了。
太恐怖了，刚刚嘛很嚣张哦。哦，原来另外一边是路。他会下来吗？会。我刚刚差点被他咬到了。他会下来吗？我要看你的喉咙看多久。没关系，我走下面就好。其实我没有那么 care 要拿到顶端。Oh my god， 好恐怖哦！为什么玩才玩一下下，我出那么多汗呢、啊？毫不挑食的大嘴怪行道树 ，OK， 原来它是行道树吗？哦，行道树是应该是指我们躲的那个部分。OK， 我想要先挑战这个，这是什么酷徽章啊？漂浮旋转，而且它只有一星难度，看起来就很香。漂浮旋转的徽章，徽章挑战。我们要按住右边的 R， 可以往上升，也可以挥动摇杆。哦，真的耶，挥动摇杆。哎，跳一下以后好像就不行了。为什么我跳不到它？哎，不行哎。啊、有了，还蛮麻烦的。哇哦，吓死我！我还以为要，也是蛮麻烦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不是。好了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OK， 这个感觉就很难了。啊！哦，有了有了。OK， 完全看不懂。OK， 啊，上面，UFO， 说好的一星难度嘞，他刚刚是写一星没有错吧？哎，我下来了。OK， 我们可以不理他，其实。好烦哦，讨厌螺旋。至少我们拿到了。Alright。太好了，我们收到刚刚用的徽章，要换吗？不要。哎呦喂啊，全是吞食花哎、欸！我们先照着步骤来，不然我怕我错过些什么。哦，这边就是俊俊了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打这个。又是你什么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长得不太一样哎、欸，食欲旺盛的咬咬动。我们可以换一下徽章。既然是推荐这个吗 ？Oh my god！哦，他不能欸，那这一关是不是快点走会比较好？
啊，把钱吃掉其实是无所谓啊，可以啊，所以我刚刚只是没用到他们而已。OK， 把他们清掉，我就可以慢慢来了。哦，不能清掉实在太恐怖了。呀，为什么这个泡泡这个距离这么长？哎 ，what the？ 啊，对吼，我有这个螺旋哎，不要。有花花。差五个是要打掉他们吗？糟糕了，好酷！哎，这游戏好难啊，好想玩爽剑哦。OK OK OK， 这里让我爽了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砖看起来不太一样，它如果被吃掉就锁定了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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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用到。哇，他们会帮我咬到，其实没差。哇，这个要干嘛？走太前面也蛮危险的。啊？哦，这里有一个跳跃，我还以为棋子到。耶，左边是密集恐惧症，我刚才在看右边，完全没注意到。好烦啊！今天怎么玩的关卡都那么恐怖啊？哦，我的大拇指上把按钮弄的全是汗的感觉，好恶心啊！那就是你们的封面图了。我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。OK， 虽然惨兮兮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新的孤他是叫俊俊彩。集裁决，哎呦，哎呦，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俊俊裁决场，到达俊俊裁决场了，这里应该有卓越种子才对。嗯，就算看地图也想不起来这在哪里呢。找附近的包普林文问问吧。所以这边就等于是告诉我们故事的开始的地方。来，先免费送一颗，开场即送。哎，没有人。哎，怎么没人在啊？有留言掉在地上，我看看。欢迎来到采掘场，叮叮响作响的俊俊采掘场。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了，但发生一件大事，现在不是采掘的时候了，因为要想办法解决，所以我要离开这里。如果你也愿意帮忙的话，这颗荆棘种子就。随便放在这里送人的吗？请到桥那边去吧，重视同伴的包普林流。事情好像很严重，我们就收下种子到桥那边吧。我在看家，有一点寂寞。哦，绿色的耶。啊，要怎么办呢？啊，那颗惊奇种子，你是看了家里的留言所以过来帮忙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同伴去了采掘场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，看来他们是为了王子殿下到采掘场深处找卓越种子了，那里非常危险，一定要赶快去救他们。什么？竟然为了花花王国那么拼命，不能坐视不管，我们一定要去救他们。啊，谢谢你们，我想要管他求救好，可以分我一点钱钱吗？哦，不，我的钱钱，哇，这样就能修好了呢。好，要上路了，我被诈骗了。他们的动物欲来自于钱，虽然上班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完全修好了。对了，我要给你个好东西，探测徽章。
这是我珍藏的徽章，请拿去用吧。好吧，十块买徽章我觉得划算了。哦，这方便的东西是找东西用的，要是惊奇花在附近就会发出通知，要带上它吗？你知道吗？会有这种东西，它通常会要你那一关去试用，就表示那一关的惊奇花种子藏在很机车的地方。我们先看看那一关有没有推荐这个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看着他离开？我们不能跟在他后面吗 ？Oh my god， 看起来黏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踩在上面就有那种皮克敏的那个阴霾，就觉得这个东西是黏黏的，该先清掉。是布的关卡哎、欸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里这么快就可以往下走了，它要六颗，我们现在只有一颗，请看这里。黏黏的，我的同伴在这洞穴的深处，应该要穿越三座遗迹之后的最深处，虽然现在无法前进。顺带一提，洞穴很容易迷路哦，大家进洞穴我也会跟好，好让你们不迷路。哈，听起来超麻烦的耶，这个一星难度的先来挑战看看吧。什么意思？睡梦中离开的力宝宝。我刚刚如果有那个泡泡，我就可以先把它弄掉了。它是南瓜哎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这颗怎么长得特别不一样？哦，是那个。什么竹子的世界？我知道，我去他下面，然后起床。为什么有一颗长得不一样？它发光哎、欸！看到他探测是怎么探测？哎，好像也不需要他们的。嘿，有一颗很大的，你是为什么要想往这里吐？我看到你咯。先让他吐一下。OK OK， 你吐了吐了吐了，开心了吗？啊，我有点犹豫哎，我觉得花花那个泡泡不错哎。哦，原来他这一关是要这样用。什么意思？上面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哦，啊、不是，还是说这样子上面有东西？这探测器感觉没什么反应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往右跳？到一个酷地方，这花应该是金币，应该是指引我们方向。好像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才 OK， 不管了。No, 不要碰我，我想要留着。虽然这一关 ，Oh my god， 在这附近有东西呀、啊！啊不，完蛋啦！这是可以弄破的吗？原来这是可以弄破的。万圣节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完了，有点不可爱了。
他的万圣节音乐原来长这样。胆小的我会走很慢。好可爱啊。他们在下，应该在下面吧，可是我好懒得去理他啊。这还有荧光哦。啊，我们现在没什么东西，也没不好用他们，算了。好酷哦。为什么这时候侦测器反而没反应，然后这么近才有反应哦。好可爱哦，这是屁股朝这的意思吗？哦，知道。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，好喜欢哦！虽然万圣节已经过了，为什么会动啦？OK， 搞定了。这里好像没什么搞人的部分哦。哎哎，算了，随便了，我都可以啦。嘿嘿嘿，大豆啦。OK， 我们的蘑菇第一关，很可爱耶。为什么发？可是它为什么是跟万圣节扯上关系啊？不过所以啊，不过我们刚刚也看到那个幽灵。所以它这里应该就是一些 creepy 成分的东西吧？哎，又可以再装一次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 Wonder 就先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